直播上课的第一天。来啊，同学们，咱们把书翻到这个第35页啊。怎么还有人给我送礼物呢？没事儿，不用给我送，你们好好听课就行。哎，真不用给我送。直播上课的第一周，来，兄弟们，这道题都听懂了没？懂得公平扣一，没懂得扣二啊。哎呀，感谢我保罗同学，各位给咱保罗同学把关注都点一点啊。这个咱们还有10分钟定榜，各位再把榜上一上，咱榜一定班长，榜二定课代表，榜三定学习委员。哎，这英语老师找咱 PK 连麦啊，来，咱们 PK 一把。哇，你的榜这么高，来，兄弟们，把分给他往上搂一搂。哎呦我的妈！